种地树那家强，山东蓝小找你迷你八爪鱼小老弟，哎呦，进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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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老铁看到这么有意思的视频，反手就留个下个双击，有的老铁不给那就加关注。我在岸边发现的第二条鲨鱼被海浪吹打到岸边，身体已经冻硬了，鲨鱼的腹部有伤，可能是被渔船的螺旋桨不小心碰到导致的不幸。我把它拖到岸边，网址归葬于大海，这是我这个做法的，双击扣个一。对我讲他的家离海边很远，问我能不能发一条没有见过的鱼，这几天我在海边苦苦的寻找，今天有幸偶遇到一条这种鱼，看一下有没有认识的，帮忙给评论一下。如果说你也是第一次见的话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。我怎么这么好？私信告诉我说没有见过这个八爪鱼游泳，能否能给他拍一个？这都不叫事哈，今天给你拍了一个八爪鱼游泳，哎，他还吐了沫，冒了泡泡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留下一个小红心啊？如果喜欢海边生活的，记得留个关注看。